是笨蛋，今天主播我叫夏小新。欢迎大家来到993全网最专业有颜值跳舞频道。猫叫吗？是我家碰碰，肚子饿了。人家狗狗好调皮，因为它肚子饿了，我还来不及给它泡狗粮吃。还没睡醒吗？没有，今天眼睛有点肿。然后没有点心的小哥哥们帮我点点心好不好？咱们这一时间视频的右下角一个直播这个是签到啊，签到一下领一下心，然后这边这个可以点心了，点心先往500走一走。电脑用户视频的右下角有个直播时通知我，没有勾的小哥哥们可以勾一下。手机用户在视频的左上角啊，视频的左上角。啊，大家都好好说话，特别是那个叫于大爷的啊。啊，卸了妆不敢出门，嗯呢。在这个丑的社会里，不化妆的人，不丑的人都要化妆才能漂亮了，漂亮的人不应该更漂亮一点吗？好啦，咱们这时间啊，把心再往上点一点，点到500好不好？嗯，咱们这时间没有点心的小哥哥们把心点一点。这主播的脾气一直都不好，嗯呐，谁惯着你呢？好啦，把小溜溜扣一波，咱们马上开始跳舞。不要在意那些影响气氛的人，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都火不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小溜溜扣起来。
点心小哥们把心再点一点啊。小的哥哥说瞎鸡巴跳，你那么专业你怎么不去当评委呢？我那么专业我也去当演员了，我还在这边直播吗？大家都是聪明人何必装呢？如果不是谢谢刚刚那个小孩哥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李哥哥，谢谢太子哥，谢谢深海哥哥，谢谢自由飞翔哥哥。不管我跳的好与不好，都是我自己，都有我自己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咱们非喜勿喷，喜欢的多看一会儿，不喜欢的你们拿纸给他糊上。咱们坐等下一个麦序，下一个麦序可能你就喜欢了，对不对？你听歌就好了，反正歌不是我唱的。一转眼，好啦，咱们要点心的小哥哥们，是不是脾气不好？那就是脾气不好，凭什么惯着你啊？你们是人主播不是人吗？人家又不欠你们什么。妈的，老是对你们真的是一个男子汉，对不对？一个大老爷们跟一个女孩子这个那个的，还是不是男子汉了？除非你们也是蹲着的。台湾的呀，我们是福建的。对，我是女汉子。好啦，咱们没有点心的小哥们，再把心点一点啊！点心，咱们往500先冲一冲啊！谢谢所有的小哥哥们。我要和你一起蹲，我家厕所没那么大。咱们马上继续下一个舞蹈啊！没有点心小哥哥们，先点一点。这个舞蹈可能咱们跳着就下去了，然后歇个15分钟，我们还会上来。那个休息15分钟，一会儿还会上来啊。这个活好就是好，你连狗太畜生了吧！你连狗你都不放过。
时间咱们休息15分钟还会回来，然后刚刚那个什么小黑们。